耗了一上午的机，到中午了，我们就干饭去。我在打麻将，你是不是拍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白呢？你瞅见？化妆啊？干啥妆？下雨了，咱们去吃会什么？咱们今天去吃火锅，他家冰粉免费啊，我们是奔着冰粉去的。上一次来吃应该是元宵节，我跟我姐带了两个弟弟。哎呀，终于都吃啥？不是，搁碗粥了呗，我这勺都没。吃火锅不是目的，是为了来吃冰粉的。菜都进锅了，哎，你能不能别吓唬人？哎呀妈，都掉了，慢点，算了，都掉呗，算了。我寻思你要唱 rap 呢，那叫是不是？放你们那边，烫嘴吗？俩胳膊啥够吧？啊，这豆儿要不然能够的吗？梦阳，够不着就别吃了啊。大姐到了，大姐到了，昨天大姐不到吗？腿儿，你吃这东西吗？啊，你看，梦菊点着蔬菜拼盘，最后吃不了了，我在这吃。生吃。嗯。干杯！新年快乐！欢迎下次来金华。吃完火锅，我们又去逛了一会儿街，然后来到了高铁站，我们仨准备要返程了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玩的老开心了。虽然时间比较短。再检票了，脚麻了。俺们仨一人一个大座。他下车无缝衔接，直接回婆婆家了。这假期过的。发现个好事啊，之前坐高铁的时候手机没信号，现在都全程有信号了。没有啊，我全程都有。都有信号。是吗？你手机问题。走吧，下车吧，这回不会下错了，终点站。咱们这里这么冷吗？冷。我要坐 BRT 去体验一下 BRT 啥感觉，开通还没坐过呢。有吗？有。往回走的都得坐那个。对，咱们坐公交车。坐三七路。你啊？我坐四路。你坐十路。十六路直接到家。有，我们回来了。坐几路道，赶紧的上车，哎，脚，亏得我们仨穿的衣服都带帽子。